Q-Ken 首创 Malaysia No. 1 Smart Plus 智慧型户外过滤器终于来啦！你还跑到外面做 flushing？ 又或者是你还在用着这种普通半自动的 timer？ 赶快跟上 Q-Ken 的脚步吧！不需要跑到过滤器面前，只需要通过手机的 apps， 就可以帮你做自动 flushing。这就是 Q-Ken Smart Plus， 比起普通 timer 最大的优势，让你不需要在太阳底下按来按去，真的很麻烦。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，连 timer 的电够不够都没有注意看。Smart Plus 的 One Clock Display Hub 就可以给你放在家里，只要遇到 timer 不够电量时， Display Hub 就会显示出低电量 logo， 提醒你更换电池哦。而普通的 timer 只要没有电，是整架不能够放线的。不留意的话，就会导致到你家的 filter 阻塞，弄到你家里的水变小变黄。你有听过可以看天气预报，又可以看下一次冲洗时间的 timer 吗？ Q-Ken Smart Plus 所搭配的这个 Display Hub 比普通的 timer 显示的字体更大，资讯又更多。不需要特地跑到外面，你就可以一次过看到天气预报以及下一次冲洗的时间，让你更容易掌握 timer 的状态。是不是会担心 timer 没有自动在帮你做冲洗？比起普通的 timer， Smart Plus 的 timer 可以用 app 里面的 flushing history 查看 timer 有没有在自动做 flushing。而且如果我们有发现不正常的冲洗次数，我们可以直接到 app 里面关掉。对于有用着户外过滤器的你来说，不应该只用这种普通 timer， 拥有 Smart Plus 既可以保护到过滤器，也比起普通的 timer 更加的 smart， 更加优质的使用体验。马上联系我们，现在购买 Q-Ken 最新智能大数据户外过滤器 Ultra D Desire， 便可享有超值优惠。马上替我们了解更多吧。